我睇喎。我是老师，体育老师。2013年，因为当时高考压力比较大嘛，我是复习生。后面我就在网上去搜索，怎么样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。无意之间就看到一句话，就说倒立5分钟相当于睡眠2小时，然后就尝试着去倒立，然后摔倒了很多次。后面就能够倒立了，能够倒立起来，慢慢踏步，然后往前走2步。练了3年多，后面就把100米的世界纪录拿下来了。不间断的训练，每天都要训练，可能觉得刚开始有点尴尬，你后面觉得做久了之后，别人就觉得哇，你很厉害，可以用手走路怎么样的。我觉得锻炼的话就是为了自己吧，为了自己的身体，不用太多在意别人的眼光。我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，因为这也是第一点的，因为我们也是要遵循交通规则嘛。